你希望我快点回家住吧？原来你知道啊。那么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不希望你因为自尊受损才回家。他太超乎我的预期了，马上找出那个女人。听说你有男人了，你让我的人生每一刻都很幸福。他跟素罗串通好，表示他在外面确实有女人，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？